大家好，我是小甜心。现在呢，在香港旺角的 B 街，这边的街头呢有摊位的，从早到晚都是营业的。这边的商品价格很便宜，物美价廉。这边的情况呢和深水埗的情况差不多的。这边的房价也便宜一些，住在这里的除了原住民之外，就是租房子的人了，上班族等等。旺角的 B 街，这边的水果摊的价格比菜市场贵了一点呢。冰糖梨25元一个，牛油果40元两个，西瓜68元一个，美国的车厘子88元一磅，草莓100元两盒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多多分享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